香呀。我思考你张爱玲。看着啊。他头里面有黑黑的东西，是他的虾爪，他的卵子啊，他的 baby。不会吧？是啊，头部的 baby， 就是他这里面这个黑黑的，一颗一颗的卵子。嗯，会生出小龙虾的。好吧。一包是海底捞的十三香，还有一包是蒜香味，生炒香料炸香。感觉放很多，但其实不甜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八角跟桂皮那些香料太浓了，你普通的味道你盖不住它。先吃了我们蒜香的。如果冬天的话又不会冷。鱼虾刺皮也是一品味。这还有蒜蓉。这应该是他炒过的蒜蓉。小笼包吧，还是小笼米？哎，今天不贵。大致的38。我操！对。这尼克松就这么亮。